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础班。那下一个章节呢，叫做借款费用。借款费用呢，还是和我们之前所讲的负债呢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讲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负债的方式呢进行筹资。那筹资呢就会发生代价。那我们要讨论这个代价，我们到底反映在哪里呢？那一种思路呢是反映在当期损益当中，就是财务费用。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反映在我们资产的成本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化。所以我们本章呢主要讨论的是因为负债发生的代价。 什么情况下应该资本化，什么情况下应该费用化，以及它资本化的金额呢？应该怎样来进行计算？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一个基本的概况。那考试的重要性程度呢，给它打了两颗星。那我们近些年比较常见的题型呢是客观题。 但以前年度呢，也考察过借款费用的主观题，比方说，大家可以把讲义翻到最后，我们放了一道一四年的综合题。那虽然呢年份是有些早，但是呢，它是曾经考察过比较大型的一些题目的。那近些年来呢，也有过在我们一些主观题当中，作为一个命题元素进行出现啊，比方说可以拼盘，比方说可以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综合。 他讲母公司呢介入一笔款项，然后把这个款项呢投入到子公司当中，那子公司呢再去拿去造固定资产。问你母子公司各报怎么处理，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那所以这一章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把它牢固掌握的。那这一章的学习难度呢？大家看到我这边表格当中列了三颗星，但其实没有我们上一章股份支付来的难，应该是两星到三星的难度。那有可能里边会涉及到一些计算的问题，有些同学呢会觉得有点难。那主要是看他如何出题。那如果是 客观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两星难度啊。如果考察到像我们最后一道综合题这样的一个计算量的话，那可能就是三星的难度。那因为它有一些计算量啊，所以呢，在我们讲第三小节借款费用的一个计量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算一算会比较好一些。那这一章呢，大家看到它的知识点有三块儿，一块儿呢是概述，一块儿是确认，还有一块计量。 那从考题分布上来说，考的最最多的就是它的一个计量问题，也就涉及到计算的。那特别是专门借款考评呢特别高啊，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轻视这个概述和确认。那因为大家看到，它有的时候在选择题当中啊，会有一个章内的小综合啊，比方说计量当中考一个选项，然后确认和概述呢再考几个选项，所以会有这种章内的小综合出现。而对于确认和计量呢，它其实。 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呢是比较容易拿分的，因此建议大家还是把我们三个部分都完整的学一遍会比较好一些。那这一章的内容呢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框架结构。那首先第一小节叫做借款费用的概述，我们首先会讨论呢、啊、什么叫做借款费用，哎有哪些这个筹资发生的代价，我们有必要去讨论。 资本化还是费用化，有哪一些呢？它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借款费用的范畴，那就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了。所以，首先呢，要界定一下借款费用当中所包含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会把借款呢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呢叫做专门借款，一种呢叫做一般借款。那这个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它在后续计算资本化金额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我们还会讨论。 我们这个借款费用和哪些资产相关，才有必要去讨论它的一个资本化问题，也就是要界定一下有哪些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一个资产啊。这是第一小节，那第二小节呢，就会涉及到借款费用的一个确认了。那我们主要是强调一个期间的问题，我们说要在资本化的期间内。那既然是一段时间嘛。 所以我们肯定会有一个起点，也就是资本化开始的时间点，和一个终点，就是资本化停止的时间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呢还会发生一个暂停。所以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资本化的期间如何来进行决定。所以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概念性的问题。那第三小节就是落实到计量上了。我们明确了概念之后呢，就要反映这个资本化的金额到底是多少。那主要是核算一下利息的资本化，在最后一个部分呢，也会涉及到汇兑差额的一个资本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小节来看一下借款费用的范围。那首先，我们借款费用的概念呢，要对它进行准确的理解。它说是企业因借入资金所付出的一个代价，也就是我们企业呢，它会有两种筹集资金的渠道，一种呢是通过负债的方式进行筹集，啊，会形成负债这样一个要素，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借入资金而付出的代价。那它相对于谁来说呢？相对于我们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来说。 也就是股东投入的资金会形成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所以首先你要明确，这个权益性的融资费用，它就不是我们的一个借款费用了。所以权益性的融资费用，哎，我们不必要去讨论它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因为它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借款费用的范畴。所以第一个大家要明确这个借的含义。那另外，大家后面会发现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借款费用，它用到的是长期借款。 和应付债券，啊，就是涉及到我们借款费用的题，一般都是用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来进行举例。但是其实借入资金所付出的代价，这个借呢，它比较广义，它指的是我们一些长期的负债。而长期的负债呢，不仅仅限于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比方说我们还学过一个，就是长期应付款，记不记得？我们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 取得的时候，我们讲过一种分期付款去购买。那如果它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话，我们一个是要考虑其中的一个融资成分，按照限制来进行入账。然后我们贷方呢，当初用的就是长期应付款。那在固定资产那个章节，长期应付款呢后需要摊销未取融资费用。那未取融资费用在安装期间的摊销记哪里？ 即在建工程，它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化的一个处理，所以这个长期应付款它也属于一种长期性质的负债，因此它发生代价呢，也有可能会进行资本化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后面呢会学到一个章节叫做租赁，那对于我们承租人来说，现在呢我们要确认一个负债叫做租赁负债，也就是我们在租赁期当中承租人未来要去清偿的这样一个金额，那它也是属于一个长期性质的负债。 因此，租赁负债发生的一些筹资的代价，它也属于我们借款费用的范畴，它也是有几率被进行资本化的啊。这个我们说的是借款费用的一个基本概念。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借款费用当中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那首先第一块就是我们借款的一个利息。那这边的一个借款利息呢，它指的是名义利息，也就是名义的本金去乘以名义的利率，或者是我们面值去乘以票面利率。 那接下来还有一块儿叫做折价或溢价的摊销额。那这个折价和溢价的摊销额呢，主要指的是我们一些长期借款借进来的时候呢，可能支付了一笔手续费，从而呢导致他借进来实际拿到的钱呢会小于他的一个名义本金，发生一个折价。那我们应付债券更常见，它可能会折价发行，可能会溢价发行。那后续呢，我们需要对这个折价和溢价进行摊销。 哎，你把这两个一合并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利息不是指名义利息，而是指实际利息。那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笔分录。比方说，我们贷方应该反映我产生了一个要支付利息的义务啊。假设是分期付息，我们用的是应付利息科目。那应付利息呢？我们知道它是名义本金去乘名义利率。 那借方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费用化，即财务费用，对吧？那这个财务费用呢，应该是实际的本金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摊余成本乘实际利率。那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一个溢价或折价的一个摊销。 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应付债券，然后呢，我们对它摊销的时候呢，有利息调整科目，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期的一个摊销额。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综合这两部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财务费用当中反映的应该是实际利息嘛？那这个财务费用它其实是一个费用化的一个处理。那当它满足。 我们的资本化条件，把它资本化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记的是什么？我们记的是资产的成本，比方说在建工程。因此，我们最终记到。 资本化当中去的金额呢，其实并不是它的一个名义利息，而是实际利息，也就是摊余成本乘实际利率，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我们借款的费用的范畴，既包含我们借款发生的一个利息，其实指的是它的名义利息，接下来还要考虑折价或溢价的摊销额，那你一旦考虑折价和溢价的摊销之后，两部分合起来，其实指的是它的一个实际利息，所以大家后续需要注意。 如果呢，他给你的是一个应付债券，哎，这个应付债券它不是按照面值进行发行的，有发生折价，有发生溢价。那题目当中让你去计算资本化的利息，其实你应该用什么？应该用这个，应该用实际利息，用摊余成本乘实际利率来进行处理。好，那接下去还有第三块，第三块呢，它讲的是我们有一些借款的，它是外币借款，啊，比方说我有一笔美元的借款。 那如果有美元借款的话，我当然还要去清偿它的本金，清偿它的一个利息。那除此以外，你的本金和利息呢，会受到你汇率波动的影响，有可能是一种汇兑收益，有可能是一种汇兑的损失。那如果它是专门借款，并且是发生在资本化期间内，它也是可以被资本化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外币借款的汇率差额发生的一个资本化问题，它也属于我们借助资金所付出的代价。 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借款过程当中呢会发生的手续费，啊，或者是佣金，那这些呢，它。 称统称为叫做辅助费用。那大家想想看，这个辅助费用我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那比方说我们发行债券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手续费和佣金，那其实是把它一开始记在利息调整当中的。那后续期间呢，它其实也会变成我们这个实际利息的部分，因此它也属于我们借款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按照我们教材表述的话，借款费用当中包含四个部分，分别是名义利息、折价溢价的摊销、外币的汇兑差额以及辅助费用这四个名词呢。 应该知道，那其实我们总体说来就是两块儿，一块儿就是它的一个利息，一块儿就是汇兑差额。那这个利息既包含我们名义利息，包含折价溢价的摊销额，其实也包含这个辅助费用的。这是我们关于借款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一四年的单选题，问你下列各项当中不属于借款费用的是：A. 外币借款发生的汇兑收益。那无论是汇兑收益还是汇兑损失，它都属于我们借款的范畴。 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属于借款的费用的范围，然后我们进一步才去考虑它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那 B 选项，承租人租赁发生的融资费用，就是我们前面说过，承租人对于租赁呢，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确认一个租赁负债的，那它本身是属于一个长期性质的负债，因此它也是借款费用的范畴。那 C 选项，以咨询费的名义向银行支付的借款利息。 那以什么什么名义不重要，因为我们会计呢不是看形式的，我们会计看本质。你是向银行借款而发生的代价，它是一个借款的利息嘛，因此它也属于借款费用的一个范畴。那 D 选项说，发行股票支付的证券承销商的佣金和手续费。 那关键点在于，他支付的这个佣金和手续费，哎，不是借款发生的，是发行股票发生的，所以它属于一种权益性的融资费用，它和负债相对啊，那它就不属于我们借款费用的范畴，根本不需要去讨论它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的问题。因此，应该选择的是 D 选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所讨论的借款费用的借款，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那我们可以把借款呢分成两个类别，一个呢叫做专门借款，一个呢叫做一般借款。 那我们把一个事项一分为二，其实我们只要明确定义其中一个，那剩下来就是另一个呗。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呢就是明确定义了专门借款，那一般借款它的定义就叫做除专门借款之外的其他借款，那它就属于一般借款。而专门借款、专门借款，它指的是我借进来的时候，我的用途呢就非常的明确，我只能够把这个借款呢用在构建或生产某项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 不能用在其他地方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专门借款，也就是它是专款专用的，在它的借款合同当中就表明了它的一个借款的目的。那一般来说，在我们考试当中，它会比较直白的告诉你，比方说这个企业呢会有一笔专门借款，它的本金呢是五千万元，然后它的利率呢是百分之六，那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专门借款。稍微隐晦一些，他会说为了去构建一个生产线，那他借入了一笔长期借款。 那这个也说明它是一笔专门借款啊，所以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的辨析呢，其实不怎么困难，在我们考试当中应该是很直接就可以看到的。那为什么要去区分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呢？那大家学到第三小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体会，就是他们在计算资本化金额的时候，他们的规则是不一样的。那主要就是因为专门借款它是专款专用的，所以呢，它只能够用在这个资产的构建上。 因此，大部分的金额其实都可以被资本化，记到资产的成本当中。而对于一般借款，其实它借进来的时候用途不明，我可以用来构建资产，我也可以用来发工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说我这个一般借款的利息就要记到我这个资产上面呢？那必须有非常强的证据证明，哎，我这个资产的建造。 它其实占用了我这笔一般借款，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可以把它资本化。所以，一般借款呢，它要进行资本化，它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它的计算呢也会比较麻烦。因此，我们这个分类呢，主要是为了第三小节当中的计量呢所服务的。那大家看到这边呢，我们谈到一个要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也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资产它都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那只有这个。 借款它是用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它的利息呢才有可能被资本化。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呢？它要求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构建或生产活动，才能够达到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那如果是一些固定资产，我们要求达到可使用状态；如果是一些存货呢，我们要求达到可销售状态。那这边的关键词呢，也给大家标识出来了。也就是说，你这个。 固定资产或者是存货等等，哎，它不能够一下子完成，它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也就是说，它初始计量的时间比较长啊。因为如果我买来一个可以直接进行使用、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的话，我入账时候就直接写借固定资产，那接下去就要进行后续计量了，我没有机会把我的这样一个借款费用呢给它记到。 我的资产的成本当中去，只有我这个固定资产或者是存货，它的构建或生产活动特别长，长于一年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因为我们虽然前面讨论过很多的借款费用的种类，哎，不仅仅限于利息，也可能是一些外币的汇兑差额，但借款费用当中最最核心的是利息。所以大家后面会发现，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利息资本化的金额怎么算。那利息等于什么呢？利息一个是本金。 对吧？一个呢是你的利率水平，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期限长短，它是和时间有关系，它是货币的时间价值。所以，如果你时间比较短的话，它有没有利息呢？它其实也有。比方说，哎，我这个资产买来就安装了一天，就安装完了，那这一天其实有利息的。但是，你有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一天的利息？我到底是把它记在资产成本当中呢，还是把它记入在财务费用当中呢？ 它其实意义不大，对不对？就是你记在资产里边，或者是记在你的一个财务费用当中，不会对你的报表整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这个利息的金额会比较小一些。那基于重要性的原则，在一年以内的，我们就不去考虑它的一个利息资本化问题了。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构建，也就是大于等于一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利息比较大，我们才有必要去讨论它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啊？是这样得来的。 那这个是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它的一个最终的要求。那具体它可以体现为什么资产呢？那后续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固定资产。但要说的是，它其实并不强求它必须是一个固定资产的，也可以是投资性房地产，因为建筑物建造时间也比较长。那还可以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存货，那比方说房地产开发企业它去建造商品房，那这个商品房的建造期也会比较长。 或者是有一些大型机械的生产企业，那这个大型机械呢，它生产时间也比较长。那或者是有一些建造合同，它整个建造周期也是有可能大于等于一年的。或者说无形资产，它进入开发阶段以后的开发的那一个部分，它也是长于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可以去考虑它的一个资本化问题的。所以不是限定必须是一个固定资产。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是人为的或者是故意的。 把这个时间呢拖到一年以上，比方说正常去建造这个生产线，九个月就可以完成了。那你想，九个月呢它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那我这个利息都要记到这个财务费用当中去，一次性进利润表不太好看，我就想只把它资本化。 然后呢，把我这个工程明明是九个月可以完成的，硬给它拖到十二个月，然后呢，把这个利息进行资本化，那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一条，因为人为或故意的非正常因素导致这个构建或生产活动相当长的，那它不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所以第一小节主要是一些概念问题，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小节，第二小节呢，我们就要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通过负债方式筹资发生的这样一个代价，那我们要讨论这个代价，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资本化，也就是关于借款费用的一个确认问题。那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一区间。那两个点呢？一个就是开始资本化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停止资本化的时间点。 但是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对这个资本化的期间呢进行暂停。那因此，我们最终的一个资本化期间呢，大家看到就是这样两段：一个呢是在开始到暂停之前，一个呢是暂停恢复之后呢，一直到停止这段期间。这两个期间呢，我们是需要进行资本化的。那进行资本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利息记在哪里呢？应该把利息记在资产的成本。 比方说在建工程当中，啊，也可以是其他的资产类科目，但比较常用的是在建工程。贷方呢，贷记。比方说应付利息。那如果是费用化的意思说，费用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利息呢反映在当期的损益当中。那一般情况下是财务费用，所以做的是借财务费用。 贷计应付利息啊，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资本化期间和费用化期间它的一个界定。只有在资本化期间内，它的利息呢才可能被记到资产的成本当中去；费用化期间呢，肯定应该是进费用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就会具体讲开始资本化的条件、停止资本化的条件和暂停资本化的一个条件。那这些内容大家都是需要把握住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始资本化的一个条件。那它总体呢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求。 那其中第一个要求呢，称之为叫做资产支出已经发生。那也就是说，我其实为了这个资产已经发生一个代价了。那这个代价可以体现为什么呢？可以体现为支付现金的形式，就是我以货币资金，比方说去购买了一些工程物资。那除此之外，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是转移非现金资产。 他说的是，我去采购这个工程物资的时候，我不一定要直接付现，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批材料和你进行交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我获得了一批工程物资，然后我承担代价了，没有？我发生了代价了，也就是我发生代价不一定体现为现金的形式，我留出了一批原材料，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代价，所以也可以是转移非现金资产。那除此之外，还可以是承担债务的方式，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债务前面呢有一个限定，它要求这个债务呢是一个代息的债务。 也就是我也可以去赊购一批工程物资的。那我赊购的时候，如果是纯粹靠我的信用去赊购，没有任何的一个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算是资产支出，也就是我没有认为这个企业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如果你在进行赊购的同时，你不但要， 清偿本金，你还要清偿这个你赊购款所产生的一个利息。那你从你赊购这一天开始，这个利息已经开始计算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生了一个代价。那这个时候呢，应该算作是资产支出。所以，我们资产支出呢，总共是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支付现金，一个是转移非现金资产，一个是承担代息的债务。三种情况取其一，我们就称之为叫做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啊。它指的是我为了去构建这个资产，或者是。 呃，进行一些生产活动，我已经发生了一定代价。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求借款费用已经发生，其实就是说款项已经借进来，已经开始进行利息的一个计算了，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借款费用已经发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为了使得这个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一些构建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那它指的是你不能买了材料就堆在那里，哎，不不开始一些必要的。 这个生产或者安装或者是构建的这样一些活动，那如果你只是买了材料堆在那里，虽然可能款项借进来了，好像钱也花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开始动工，我们仍然是不能够开始进行资本化的。所以它要求构建或生产活动呢已经开始，那只有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或者说最后一个条件满足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开始资本化。那大家。 最起码要把这三个条件呢，能够比较准确的进行表述，因为以前期间呢有考过，在主观题当中要求你说明它的一个资本化期间，并且说明理由。那说明理由的时候，大家就需要说到这三条。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中间呢可能会发生一个叫暂停资本化的期间。那暂停资本化期间呢，它要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它必须是发生一个。 非正常中断，就是它中间可能会停下来，停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停工呢，它到底是一种正常中断还是非正常中断？那如果是正常中断，是不需要进行暂停的。什么叫做正常中断呢？就是这个中断它是一个必要的程序。诶，比方说我们工程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质量或者是安全的检查。 你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呢，才可以往下进行执行。那这个是一必要程序，必须履行的，它就属于正常中断。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呢其实事先就可以预见的，它是一种不可抗力导致的这样一种中断，但是我事先呢就知道它。比方说我们南方呢可能会有一些黄梅雨季，在黄梅雨季呢我们都知道不能够去铺地板啊，不能够去这个。 铺墙纸，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工程质量很差，所以你必须要避过这个黄梅雨季才开始进行开工。那在北方呢，会有一些冰冻季节，它也不利于施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进行停工。那它是一些季节性的因素，一些大自然的因素，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不可抗力。但是其实你事先就已经可以预见了，你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事项了，所以它也属于正常中断。那再说一次，正常中断它不需要暂停。 那只有发生非正常中断呢，才需要暂停。那非正常中断，一种呢就是我们管理决策上的原因，比方说你发生一些质量的纠纷，或者呢工程生产用料没有及时的供应，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施工或者是生产发生了安全事故，发生了一些劳动纠纷。这个呢，一个是你管理管理的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可预见，它就和我们正常中断相反。 市场中断是说，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在一定的必要的阶段会进行停工的，但是这个非正常中断呢，就是意料之外的，我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就是我一些管理决策上的失误所导致的。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非正常中断啊，这是我们暂停资本化其中一个条件。那大家看到还有一个加号，就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我们要求连续超过三个月。那这边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不能够说发生非正常中断一天我们就暂停了。前面说过，一天有没有利息？ 有，但它金额很小。你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不会对报表产生很大的影响，没有必要过于去纠结它。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超过这三个月呢，我们就认为这一段利息呢，可能金额相对来说比较大了。根据重要性原则呢，我们就需要去考虑暂停，对吧？那大家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这边强调的是连续超过三个月，而并非是累积超过三个月。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三年，哎，我说二三年呢，我一月一号开始进行资本化。 然后呢，我在二三年的六月一号到二三年的七月三十一号发生了一个非正常中断，那八月一号恢复了，哎，但是我二三年的十月一号到二三年的十一月三十号又发生了一个非正常中断，问是否需要暂停资本化？ 那大家看到这边呢，其实六月到七月它是两个月，然后十月到十一月也是两个月，那它并没有连续超过三个月。虽然累计起来好像四个月了，但是它并没有连续超过三个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去暂停资本化的啊。因此，它这边强调的是非正常中断，并且连续超过三个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需要进行资本化的一个暂停。那我红色标识出来的这个非正常中断的条件，大家也是需要能够进行表述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时间点，关于停止资本化的一个时间点。那停止资本化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资产它完成了初始计量，哎，所以这句话很熟悉，就是我们这些资产呢，它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是存货达到了预定可销售状态。那我们知道都知道，这句话呢，它讲究的是一个实质问题。因此，有的时候考试当中呢，它会给你描述的很复杂啊，比方说他说他三月十号呢已经完工了。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然后三月十五号呢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啊，三月十八号呢办理了竣工决算手续。那三月二十号呢正式投入使用。 那你要知道，他说的后面那些都是迷惑你的。我们认什么？我问他实质上可不可以用啊？有没有进行验收的手续啊？有没有办理竣工结算的手续啊？有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这都是一些程序性的问题。那他不会干扰我们会计上的一个处理。我们应该在三月十号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是存货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时候呢，就进行停止。 那后续那些发生的支出，它都和我们固定资产的取得呢，其实没有关联关系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体现为什么呢？可以体现为，比方说你是一个固定资产的话，你的建造活动呢已经完成；如果你是一个存货的话，你的生产活动呢已经完成。那另外就是，它可能一开始签了一个合同的，合同里面还有一个设计图，那要求它是基本上符合设计的要求。 或者是符合合同的规定，或者是生产要求。那这边只要基本符合就可以，它不要求一点点不差。有的时候呢，可能和我们设计有略微的一个出入，但是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使用或者是销售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要停止资本化。那另外，我们为这个工程后续还会发生的支出呢，金额非常少，或者是几乎不再发生，我们就认为它达到了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 那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建造的这个资产可能非常庞大，那分了好几个部分，那这些部分呢是分别建造，然后完工呢也有先后，分别完工的，问你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停止资本化？那大家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完工的部分它是否可以独立的使用，或者是可以独立的对外销售？那如果你完工那一部分可以进行独立使用或可以可以独立对外销售的话，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应该要停止资本化啊。比方说我们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 他会建造一些商品房，那商品房在规划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期、二期、三期，对吧？然后我们筹资的时候呢，可能是整个商品房的项目哎进行这样一个筹资，为银行借了一笔款项。那接下来我们建造的时候呢，有先有先后，比方说我一期的房产先建造，建造完了以后已经达到了可销售状态，然后呢，我搭了一个售楼部，在对外进行销售。我二期、三期的房子还在建，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期房产要不要停止资本化呢？ 那就想啊，它已经可以独立对外销售了，所以它和我们二期、三期的房子其实没有关系。那这一部分就要停止资本化。那反过来，如果我完工的部分它是不能够使用，或者是不能够独立对外销售的，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建造完成的这一部分呢，它必须等到我整个资产全部完工之后，才可以进行资本化的停止。比方说，我建一个生产线。 那这个生产线上，比方说有三个机器，但是呢，我要整个生产线建完之后，它才开始运转。我单独完成了一个机器，它没有办法去生产产品的。那这个时候，我要等整个生产线全部建完之后，才能够停止资本化。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有关的历年考题，一九年的一个多选题，他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构建或生产过程当中发生非正常中断。 并且中断时间呢是超过三个月的，那我们应当要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他问你属于资产构建或生产非正常中断的有，哎，问你哪些情况属于非正常中断？那非正常中断，我们前面就说过，是意料之外的、不可以预见的，或者是你管理上的一些决策的失误所导致的。那我们看一下 A 选项，是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导致的工程停工，它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事件。 那、呃、它不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程序啊，就是我们管理决策上的失误，你资金周转不灵了，所以导致停工，属于非正常中断，应该选上。那安全事故呢，也是属于我们不可预见的，所以呢，我们应该选上意料之外的。那 C 选项劳资纠纷也属于我们管理决策的一个问题。 那 D 选项工程用料未能及时供应，导致工程停工，这个也是属于管理决策上的一个失误，不能预见的，因此 A、B、C、D 呢都应该选。那其实就是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些举例，我们在课件当中呢也给大家覆盖了。